来，这个可以给你解两种属性以上成就，还有，就是这个两种属性以上成就。娱乐担当吗？没有，我是消费担当。来，给你。怎么样？这是什么？艾斯卡诺，这个队伍，新队伍。旁边是你姐、喔，哎、欸，我看起来像姐姐吗？这个人真的是很不会聊天。真的不会。那个小慧呢？那个小慧呢？什么小慧？你最爱的小慧。我不认识，昨天只是有一个队友叫小慧，然后呢这样子，然、啊、后他们聊天室就高潮，哇，妹子这样子，哦、他们是怎样、啊、没看过女的、哦？对啊，没看过女的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这个可以很高 C 的 ，perfect。你这个可以九 C 版，你知道吗？哪有？哎、啊，你这样也是有九 C 啊，只是你是用叠珠啊，我用叠的，因为刚刚转珠时间、哦，这个版也很好、啊欸，这个队伍它就是会固定转出光珠给你这样子。姐姐，请问这是传说中的表哥吗？对啊。这第一集是旧的吗？旧的。然后呢？这个为什么旁边会变成两排？你先跟我介绍一下。他的队伍技就是这样子，然后他要等到消了50颗还60颗光，他才可以变身。嗯。你这是还原一个原作，他就是这样子。好。反正你就是先洗，反正两 C 洗就可以了，因为他的回复力，他光也等于是新珠。OK。你不用转那么多，就给他洗，这样子。这张要刷吗？黄腾浩是谁啊？黄腾浩在哪里啊？有人说我侧面很像黄腾浩，黄腾浩 是,、啊、是某个艺人吗？还是？我不知道。你这样就好了，对，你就快点洗一洗。反正就弄多一点光珠弄在一起。对对对。然后稍微洗一个技能，你看一下啊，你看他技能，哎、欸，还不能开，因为对啊，还没有集到60颗。直播封面几年前的，几年前。你长头发的时候，那为什么要那个？为什么要那个？要剪短头发？因为我觉得短头发受了什么刺激？可能徐佳莱就平常对我太差了。嗨，Simon，Simon，、欸、Simon 什么时候那个邀请我去你的工作室？对，还没去过啊。女主带爷爷直播转租。带爷爷啊！如果跟百姓不就阿宙了？哎、欸，上次百姓不是跟乔乔的直播吗？很像爷孙哎！对，我就说好像爷爷是带着孙女在转租，真的很好笑哎、欸！你这边要手消全木才可以打？我知道啊，可是我刷好了，我洗好了吗？已经差不多全跳了。哎、欸，那个达克尼斯给他开下去。达克尼斯。对，然后手消全新，这样子。场面上就不会有新珠了。好，对，開始然后这个也可以开，这只也可以开。是什么？不重要，反正就开。好，我转喽。好，手消全新，手消全新，手消全新。然后手消全木，手消全木，手消全木。哎呀！哎呀！他一直都会有一个坏习惯，他在转的时候，因为他都不会去看转珠秒数，这已经快结束了，然后他都可能以为还有时间。这是我觉得他一个坏习惯，大家也要记起来，对，要看一下秒数，你要去习惯这个队伍的秒数。哦，哦，刚刚很不屑。白姓跟这对夫妻到底有什么错？没有错。我们都平常私底下，我们都一直嘴他，超爽的。但是他对我们很好啊，他每次都会载我们回家。对。我跟你讲，新回合内魔族成员攻击点之零。谢谢郭靖啊，买菜钱哎、欸，怎样？明天早上就靠这200块了。200块可能买不起他想吃的菜。我是要吃什么？我这么随便吃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跟你们讲，我平常啊，我买个东西来这样子，然后他就会说买东西回家说，哎、欸，今天有没有干贝？因为没有买那个和牛回来，我想说，我靠，他真的把我这里当什么啊？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你这边开艾斯卡诺的第一招。艾斯卡诺是谁啊？艾斯卡诺就是你的队长。好好。然后再开第二招，变身。嗯。然后再开第一招。嗯。哎呦！转死他！转死他！对，让他知道我的厉害。对。这样。没错。嗯。最近也拿到高级食材干贝，好好吃哦。你看他伤害。我有24。然后我跟你讲哦、喔，你这边啊，他这边的话是越战越强哦、喔，所以你一定要一波把他带走。不过他血量只有2400万而已，所以我跟你讲，
怎样？你这边哈？怎么样？直接开这个右，开这个哪个？左边的艾斯卡诺的第一招。这里的第一招。直接打死他。打死他。打死他。他有火珠哎。姐姐平常也很晚睡嘛，她也是都很晚睡，跟我差不多。布偶猫很难养吗？我也想养一只。来来来来来，猫博士来了。你不要每次一直都在那边讲我是猫博士、欸。只要我朋友有人想要养猫，我都会跟他们说，问他就对了，因为他都会去研究一些猫的相关方面的知识。其实真的没有很夸张，他讲那么夸张，只是因为我觉得哈，他每天都会一直分享这些东西给我啊。你要养宠物，你是要对他一辈子负责，你一定要了解他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懂吗？布偶猫相关的资讯可以到布比的 IG 去看，他有打一些资讯在那边。对，你不要看那个猫咪可爱，就啊，好想养，好想养，身边太多那种都在乱养猫的，来。这个是什么？弓前盾，要给他打，对，你就继续，嗯哼，对，给他打两下。哦，是，可是刚刚18说他快饿死了，对啊，他快饿死了。我跟你讲，他是一只很挑水的猫啊，他太爱吃零食。这里呢，我还要让他打一下，是不是？你还没给他打，我还没给他打，对。他怎么对我这样怜香惜玉啊？ROG 要还回去的哦，东山王要还回去。为什么不是姐姐做电竞啊？是不是搞错了？我跟你讲啊，没有，因为我要用做图啊，干嘛？那我就问一个问题，平常女将来的时候，女将是做塑胶椅还是做电竞？我就问这一题。OK。没有，上次小雪来也是坐那边啊。是吗？对啊。因为我要坐这边，这边比较好操控电脑。这边的话，你一定要一波把它带走啊！真的、哦？应该是打得死的、啊，对。坐腿上？什么腿上？哇，许佳莹这样真的不行哎！到底要不要说呢？重点来了！怎样？这一关七看不？他们说电竞，而且要消电击哦、欸。你现在是不是不想看聊天室？没有啊，我怕你死掉，跟千千同样下场。你不要整天说我跟姐姐都要下场。真的啊，我怕你，你这边有办法七 C 吗？七 C 哦，是会点奖是吗？啊，你少一 C 打一下，啊，打个三下。有达克尼斯，他应该不会死吧？不一定，我不知道啊。不转转看怎么会知道呢？竟然没有天降。可以啦，你只能挡一下，你只能挡个三下吧，四下可以，你应该可以挡到四下。有哦，对，这样下来，水珠还可以再一 C 啊。你刚刚可以转八 C 的，我知道，我刚刚没有转好，我看一下。好，最后一关三十光，三十光对这队来说。很简单、啊、你就一直每回合都会转出来嘛，你就慢慢转。OK， 不用转它，这边不能手消其他的。什么意思？我刚刚不是跟你讲过，你这关不能手消其他属性珠。好。对，你就是都不用，就公转就好了，你就那两排。啊哈。你懂吗？懂。就那两排。对对。这样会不会太无趣了？就是这样子。你应该要感觉到这个转珠 很有程度哎、欸，我觉得很棒。你们聊天是懂不懂的夸奖啊？我刚刚一个神碟、欸，没关系，等一下给你玩难那好了，这个太简单了。天哪，你们装没看到哎、欸？来来来，Simon 很猛你是花多少钱？ Simon、等一下是不是？等一下，下次还请你吃那个带皮羊肉汤。Simon 很会聊天啊。对。